啊，你人够贫的咧。嘿，我交交三两的咧。三两斤两半是我的介绍费。斤两半是恁恁好在吃头路报名费。那是我甲你要求的，讲我真正难得拖啊咧。啊是啊，都逐个人拢比你下底下底还是坐几个啦。我你讲，唔敢下底坐四十几个。夭寿哦！你家洗头船啊，下底坐四十几个，那其中一半是我的货品呢。我问你，我看你安尼一收一收一大堆。人七只明明都讲限制三十个，你下底唱四十几个，你完只靠二十几个。嘘，细声，靠呀！你煞唔知影，爱心本道理啊，啥物代志拢迄个，你嘛靠个钱，我一钱在你摇，爱用财。你袂行啊！你是袂行啊！你嘛行一下。你嘛行。你看卖啊，啊不唔知影，你嘛使有钱啦。大船也有大船的钱，小船也有小船的船。你一人交三两嘞，啊，我若全部拢甲你照海关安尼报的话，恁一人出个十两嘞，安尼个。我这算多做了对啊。哎呀，你看遐，啊，你嘛嫌了收多大啦？靠啦！啊，你要嫁钱啊？要嫁歹钱？你会拖未？会拖未啦？哎哎哎！反正是安尼，我跟你讲，我带恁走暗船一个好处。哦，是安那。迄报关税，迄全部拢爱钱的，也阁有啊。咱遮全部拢种台湾人，台湾人去到迄大陆所在遐，人也知影吼，讲咧吼，怎啊要去大陆遐？这边的人，人拢讲咱超地爽。你看我穿安尼无？我穿安尼去到遐，甲大头家计较，你大家拢偷啊！有偷老师教，趁钱时阵，你就袂见囡仔艰苦啊啦。哎呦，好啊，买够啊，买啦，你怎知啊？迄人嘛要土法做做上架，会上土下。啊，咱这只船啊，规个拢戆个，你目睭半切个，变起来是咱就了台湾咯。哎，安那安尼，你不要做嘞。Thank you.